那现在呢，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任务，叫做塞车说笑话给你听。拜托给我听，不然不开心。不是，你们只要你们冷静一点，你们只要听我们讲笑话给你们听，然后你们帮我们打分数就好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可以了，准备好了，我们要开始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我们要派出第一棒，那个女士优先，但男士抢先，我们派出第一棒李明翰同学。耶，李明翰同学。芥末走在路上。都会被人家打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谁被打？芥末走在路上，为什么都会被别人打？哈哈，因为很强，被人家打。耶，好，谢谢你看。他就走在路上问一个人说：“李弘毅几班？”同学就回答：“呆听。”你没有听到吗？他们跟我们是不同时代的人，两人隔阂。李弘毅几班？然后呆听。你要唱给他听，他才懂啊！李弘毅几班？呆听。你没有听懂吗？你没有听懂吗？那个韩叶同学两个笑话都有听清楚吗？嗯，好，那现在呢，先帮我们满分是五颗星哦。那男生的笑话，芥末很呛的这个笑话，请问你要打几颗星？两颗星。好可怜啊，太烂了。没关系，那个玻璃心现在碎满地了，这样子。好，那那个女生李弘毅几班呆听的这个笑话，请问你打几分？三颗吗？三颗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知道，我们现在那个比数是0-1，女生优先。Yeah. 好，那感谢你们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要打给第二位好了。要打给维城。嗨，我是维扬。嗨，那现在呢，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关卡，叫做塞车说笑话给你听。拜托给我听，不然不开心。耶、yeah. yeah. 四豪在吗？四豪在吗？嗨，四豪，我是伟阳。我们现在要请你来帮我们当评审。好，谢谢你。啊，那我们现在开始。积沙成塔，那积少是什么？哇塔！崩溃，被猜到。那我再讲一个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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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给我讲出来啦，陈四豪。现在换男生，换男。有一天，小明他去 Seven Eleven 缴他的学费，然后他出来的时候他就坐轮椅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我知道，好痛啊！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缴费了。烂死了！好，那现在请笑话那个四豪帮我们就是评分，先女生好了，乙醇这一个，乙醇这个积少化痰，请问你打几分？几颗星？两颗星。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吧！好，这公平公正，好，公平公正，没关系，是好，不要畏惧二势力。男生那个林柏瑞这个，你讲什么？缴费的笑话来，请问打几颗星？哇！好，感谢四豪评审，感谢四豪评审。那祝你们一路顺风，一路顺风。对呀、啊。嘿、hey。我要讲一个东西。卡是不是？好。来。人蹲的越低。哈？人然后呢？人蹲的越低，然后就怎么样？跳得越高啊。啊？跳得越高。人蹲的越低，脚就越酸。我们等一下拼一下，搞不好我们三个笑话讲完，我们要乱三轮，我很怕他们三个、他们四个讲一讲，还不能办法超过五颗星，就当外卡。刚刚是军旗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军旗外卡，帮你加入我们的战局这样子。OK， 谢谢军旗提供。对，祝你一路顺风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来，统计一下分数，男生一开始。
明翰2分，他国威4分，所以是6分。然后女生一开始是3分，然后第二次是2分，所以现在是6-5，男生1分的结。Yeah. 好了，我们打给第三个，打给林思涵，打给林思涵。喂，思涵，我是伟阳，你可以帮我开扩音吗？你把。啊，另外一个是谁？伟芬。好，你跟伟芬啊。没有，另外一个是巧慧。巧慧啊，好，可以可以。好，巧慧可以，巧慧可以。嗨，巧慧，我是伟阳。巧慧是听得到吗？可以给我一个回应吗？可以啊。好，巧慧，我们现在呢要进行一个任务，叫做塞车说笑话给你听。拜托给我听，不然不开心。对，耶、yeah。Yeah。 他说笑话给你听，请你帮我们打分数，这样子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因为你这一个啊是非常关键，跟你说明一下，你非常关键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我们的最后大决赛，我们男生组跟女生组的最后大决赛，他们就是分数相差，不告诉你，不然等一下你会那个坐票。对对对对对，我怕你来当好人，我们会进行延长赛这样子。我们请乙醇来讲笑话，好，来乙醇请说。那就是。曹操字玄德，刘备字孟德，那500呢？喂，猜得到吗？猜得到吗？500不知道，就可以说不知道，没关系。就是古时候的人啊，他名字不是会好几个吗？他不是有很多小名字吗？有字啊，然后有号啊，这样子。对。对对对对，好。那啊，曹操的字是玄德，啊，刘备字是孟德，那500嘞？公布答案喽！太恐怖了。500字心得。巧慧钢铁般的嘴角。连抽都不抽一下。啊，巧慧先帮我们忍耐一下，我们再听一下男生的那个笑话。他讲的是什么系毕业的适合卖寿司？对，什么科系？什么科系毕业的适合卖寿司？传销。有答案？有答案吗？你的公布也可以啊。那我要公布答案喽。是美术系。美术系。美术系，美术系。好好，非常好笑哦。那个巧慧，巧慧是听得懂台语的吗？笑声去让他笑。可以啦，好好，那两个笑话都有听清楚啦，哈。那请你给那个500字心得，5颗星，满分5颗星，然后打一个分数。啊，请问你打几分？几颗星？4颗，好，太好了，你是那个最善良的。好，那那个美术系的这个笑话，你打几分？只有2颗吧。哇！翻船了，好，谢谢巧慧，谢谢巧慧，好，我们已经就是，对啊，分出先制了，太好了，巧慧，我爱你，好，感谢巧慧，好，那祝你们一路顺风，那我们现在公布最后的成绩，那个塞车说笑话给你听，男生队一共是总分8分，女生队总分9分，对不对？ Yeah！ 恭喜女生队获胜，耶、yeah！返乡眷父，告老还乡。OK， 那我们在这里头一直比，那我们的那个塞车说笑话大成功，耶、yeah！ ！拜拜。